天线好记又易懂的九句口诀：一、连续下跌低行线，马上进场抢反弹；二、连续上涨常上赢，抛出筹码不要等；三、连续下跌遇尝试，再不介入后悔迟；四、十字星不一般，后期走势细研判，股价高位防下跌，股价低位做反弹；五、长下影有门道，持续分析最重要。升势出现要见顶，跌势出现底快抄。六、出水芙蓉最可爱，穿越三条均线带，后市方向理应涨，杀进收益定不赖。七、升势拉出大阳线，可做提速来判断，追涨接入好时机，收益丰厚金不换。八、涨时来个大阴线，后市下跌马上见，此时如果跑得慢，资金损失肯定惨。九 A 型顶势不妙，犹豫不跑就爱套。